3月15日，王心凌在微博 po 上两张最新自拍。照片中的王心凌穿着简单的白色上衣，头发较之前稍微剪短，对镜自拍美丽又俏皮。她自己也配文表示，剪短了十多公分的头发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，只是想换换心情，并称此是抗疫生活中的小确幸。粉丝也在评论感叹，剪了头发还是很18岁的仙女。